王源，就是那个汤圆们最近有自发组织一场公益活动嘛，然后呢就想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，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？第一就是我有看到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做这种公益活动。第二呢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是我就是我自己以后也会积极的投身公益，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先想问一下，来，稍等。